还抱了个娃娃睡，你啥意思啊？趁媳妇睡着了，老公偷偷跑了，结果还是被媳妇发现了。你怎么跑到沙发上睡了？干啥呢？哎呦，还抱着个娃娃睡，你啥意思啊？抱着娃娃舒服。抱着娃娃舒服啊？你可抱娃娃睡是吧？哎，你谁啊？怎么了？连我都不认识了？还在梦里是吧？我怎么在这里了？啊，装，你自己看看这是哪里？你是不是做梦跑到这里来了？我梦游了。还装啊？哦，梦游怎么不跑到外面去，跑到沙发上来？你还挺会挑地方的，回来才几天啊，你就跑到沙发上睡？干嘛？我这沙发怎么了？你说呢？你就这么喜欢睡沙发？那么大的床不睡？啊？你啥意思啊？你干嘛？你给我起来啊！我不起。这沙发是我的，你给我起来啊！别在我沙发上睡。哪里写着是你的？你叫医生试试看，看他硬不硬。那你叫医生看看他硬不硬啊？反正我不起了啊，这沙发是我买的呢，哎。你买的？嗯。你啥时候买的？我买的就我买的，再说我爱睡哪就睡哪呀，要你管。行，你爱睡沙发是吧？对啊，怎么嘞？你等着。你是干嘛？我去哪干你啥事啊？我又不打你，又不骂你。妈。妈，你儿子非要睡沙发，我叫他睡床，他就是不肯去。这臭小子哈，好好的床不睡，要睡沙发，看我怎么羞死他。那你快点来。啊、你把我妈叫来干嘛呀？啊、叫你妈治你。你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好好的床不睡，睡沙发，快点去床上睡，治他治他。听到没有？你，我又没打你，又没骂你。快起来啊，大哥，还躺在这不干嘛？我真是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啊，等回堂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收拾我啊？对啊。哎呦，好怕怕呀，妈。哎呀，行，走还不行吗？快点的。真烦。